影片去背的合成，比如说新播放气象主播后面有卫星图，那我们点档案开新工作区。那这里呢，好，我们刚学会了低轨在最下面哦，我把河马拉到低轨，记得要拉靠左边对齐。接下来把清净农场绵羊秀拉到第二轨，第二轨呢拉下来的时候呢，它是在上方，只有上方的地方才能进行去背啊，对不对？那下方去背就没意义了。来，我们点选这个哦，好，那接下来点选哪一个？修改，我点选。那请同学点选哪一个？这里在内容的地方，点这个箭头展开来，打勾表示我要进行色度去背。这时候再点选低管，在右边只能指定的色系哦，所以这里不能说我要蓝色去掉、绿色去掉，不行，只能一个色系。好，我点点蓝色地方，点一下，点了又发现好像还怪怪的。接下来可以透过容许的色调，还有呢饱和度来进行什么？哎，看到吗？哦，这样透过下面这几个参数，可以把背景去得更好。好，来按储存，储存完以后呢，我们再把第二轨的镜头绵羊秀往下移动一点。好，这是可以移动位置。好，再上去一点点好了。好，就到这里。来，我们播看看。要播的时候注意哦，两个都有声音干扰，很难听哦。我把清净农场绵羊秀按右键做什么呢？哦，这次我们把河马去掉了，点河马了，按右键片段静音，再来点选播放。哦，这清净农场的绵羊，你看看绵羊目前的比例呢，跟河马比起来是巨型怪兽了，有没有？河马是巨型怪兽，不过河马是吃素的。好，来，牧羊犬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农场的主人也要出现了。农场的主人出现在这里。哦，所以你看那个比例有没有？哇，好大！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就可以把两个影片做去背的合成效果。当然要做切齐。好，来点这里，点一下下面这一段，拉到底。这时候再切换到河马的地方，再进行什么？分割选取的片段，点一下，再把后面这段删除，这样就可以让影片从头到尾都去背合成的效果。好，这请同学试试看。